护野生动物，人人有责。人正在野生动物栖息地钓鱼撒网，有一个人类企业危害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。怎么在流水？森林防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苹果湖就是隔着一个苹果湖，旁边是前面是伊犁河。哇，请勿忘记带自然地保护笔记，请勿忘记带自然地保护笔记。好清澈呀。这里面人好少呀。伊犁河旅游度假区，哇，这里面大得很。这么好的环境，太漂亮了。哦，它上面写了一个内湖，往哪边走就是哪个湖啊。哇，那个小象象好漂亮呀。嗯，要走近的拍才好看，从外面拍就是一团乌漆抹黑的。和谐湾，哇，天哪，我真的太喜欢这里了。太好看了，这里面太好看了，人又少。看一下这种车，这种蓝色的，
这边被谁搞破坏，给它打开了，都想去河边上看看。哇，有点痛了，哇，他这是走这个，拍个视频，这里多漂亮呀！这里就是有一种深绿的感觉。这个步道下面是一张蜘蛛网，然后有些都断了。在上面是蜘蛛呀！你走嘛，就是走这儿，上面走的是那个。游客的车，看，好开阔。好开阔呀。哇塞，这那个就是伊犁河大桥。嗯，这个就是那个中轴线嘛。嗯嗯，不打挤，看这小花花还开着呢。好漂亮啊，这里。上去。哇。好好看。就在那里看日落吧。哇，这个叫伊水亭。哇，可能待会儿伊犁河大桥远得很呢，在那个最尽头。但是有可能，如果它下面的云彩太厚的话，它可能硬扁的有点懒，有点懒。那个，那有一个大亮点，你看到没有？天上。
感觉我这个拍不清楚耶。我这个手机也拍不清楚了。这中间的那一圈金的，好好看呀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现在马上要9点钟了哦，我们还在伊犁河这个风景区，超美，超美。